大家好，喂，好耐咧冇同大家录音啦，因为最近都真系比较忙碌啊，净系见屎忽喐就唔见米白，净系见我做嘢就唔见出粮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一个全民造星啊？喂，嗱，最红边个唔使讲都知啦，系嘛 ？K C 黄蜂 Nathan， 但系咧有一个新成语大家一定要识，就叫做。唉，叫咩？黄蜂尾后针，最毒就小人心。嗱，朱队友咧就冇睇全民造星啦，咁我就想问下朱队友，佢就话觉得佢自己系真的汉子啊，又平易近人啊，系咪啊？唔会觉得会计较啦，咁啊男人之家嚟讲，因为今次全民造星唔系全男班啦。如果是对制 battle 啦 ，dance battle 啦，即系大家斗抽舞啦。咁但系如果喺呢一个小组制嘅情况底下咧，全民造星咧，众所周知咧，就系分呢个个人赛，然后一入咗60强就变团体啦。咁啊嗱。一对一 battles 咧，咁啊分唱歌跳舞啦。咁黄蜂咧就系顶头大热加亲生仔加内定出道名单啦。咁本来咧我都唔多相信嘅，但系咧发生咗呢一个千古离奇嘅事情。咁嗱，呢一个红组对蓝组咧就。不嬲咧，都系一啲偏好嘅舞蹈啦，即系齐舞啦，我哋所称嘅。咁就啲舞蹈老师已经教晒你哋点跳噶啦。即系诸如如我从来冇跳过舞嘅咧，你勤加练习咧，都会有翻咁上下睇头嘅。咁啊好啦，咁啊黄蜂咧就吓。堪称自己应该是跳舞出身啦，好有呢、這、一个、明星相啊、冠军相啊各样啦。咁佢咧就同呢一个阿泽咧，即系隔篱组嘅阿泽咧，就已经系堪好咗有啲舞蹈嘅招式啦。就两个 solo 嘅时候咧，就可以有少少睇头，即系特别啲嘅 step 啦。咁啊好啦，到真家火上阵啦，咁啊真系比赛、啊。讲紧呢个系淘汰制，如果我个 team 赢咗咧，你个 team 要 fold 多两个人嘅情况底下咧，佢喺冇预先通知阿泽嘅时候咧，喺真正比赛嘅时候，佢奇招突出。第一，我唔跳原来嗰啲 step； 第二，我冲埋落个台度，喺导师五个评判前面 solo。咁即係放大招啦，放大招即係大家都知啦，要赢你囉。咁但係呢就喺呢一个评判俾晒 comment 嘅时候呢，阿泽仔喂真係我心諗阿黄蜂呢千算万算都算唔到阿泽仔夠胆死即刻讲呢件事出嚟。佢唔係喺镜头喺小黑房嗰度讲，佢係即刻讲，佢话呢指出阿黄蜂有呢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咁啊，朱队友，你觉得呢一个黄蜂尾后针读唔读得个妇人心啊？咁佢讲啲乜嘢先？佢唔系讲啲乜嘢啊？佢系呢一个黄蜂系冇同大家 agree 好，我同你跳呢一啲 step 去比赛，但系我唔通知你嘅情况底下，现场比赛嘅时候，我自己跳一啲突出我嘅 step 而赢你嗰组咯。哦，喂，咁同场较劲，好多时候就算。做戏啊，啲人都会爆肚啦，系咪先？咁呢啲我又觉得系冇乜特别噶、哦，好正常啊，合理添啦。嗱，有啲人咧觉得朱，好似阿朱队友咁讲啦，觉得冇问题啦。咁我想问啦，咁如果我系卖飞啦，即系唔好话冇台剧啦，系咪？召唤啦，最中意啊，拍舞台剧噶啦。咁如果我臨場爆肚，我唔係講 TVB 喎，我唔係講緊可以有20几 take 喎。你喺呢個時候生死攸關，一輸咗係真係要攞人頭嘅話，咁你走嚟爆肚，喂 OK 你贏。咁如果我又爆肚，咁得唔得咧？係嘛？原先鋪排曬嘅 step， 我突然間我臨比賽嗰日，我全部大圍嘅跳嗰啲，我都唔跟 step 跳，咁得唔得咧？系嘛？咁点解嗰啲又要跟 step， 呢啲又唔需要跟 step 咧？仲要喎，佢系跳落台，佢系遮晒阿泽嗰啲即系点讲啊？遮晒个成个舞台。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最扑街都唔系呢两个人点扑街，而系阿心灵。喂，大佬啊，你30几岁就嚟4张啦，做人做事，喂，边个啱边个错，一眼都见啦。仲有嗰个 win 最扑街系佢两个反应，佢两个反应咧就话泽佢吓，讲呢个时候讲呢啲嘢搏乜嘢啊？喂大佬，即是说
我和你一起去考 DSE， 你偷睇我，然后你入咗去 CONU， 我就入唔到，系嘛？咁呢个时候我报俾呢一个考评局听，咁博咩啊？博咩啊？系嘛？我唔明咯，喂，亲生仔唔好做到咁乸核突啦！咁啊，道义呢条友一定冇噶啦，奸搞咧就一定都有份噶啦。但问题就系唔同嘅人都有唔同嘅目的嘅。咁啊，个个人都有自己饭碗啦。咁啊，睇下自己咧对自己嗰个目标嗰个欲望有几强嘅啫。咁去到呢啲生死攸关，唔系你死咗我亡嘅时候，哇！咁真系睇下你自己嗰、那个意志有几强嘅啫。咁当然系咁样做系冇道义，但系佢喺佢喺去喺星途上面向前向上爬嘅呢一个环节咧，佢系赢咗其他人咯。喂，嗱，好老实啦，就算你全民做星出咗道啊，入到 Mirror， 入到 Era 啊，咪又系咁样，都分上言下言，仲有一样最紧。哇！你讲紧鬼灭之刃咯，上言下言有料到啊，估唔到你。哇！你都真系好唔 follow 喎，上言下言讲好耐噶咯，诶，唔好同阿朱队友呢啲吓不明世事嘅人讲。明观众缘明星相呢样嘢咧，真系好紧要嘅。即系 MC， 哇，串柒柒，但系佢而家咧，喂，分分钟红过姜涛同 Anson Low 啦。但系系嘛，隔篱嗰个天宇，喂，唔系罗天宇啊，又系串啊，又系唔听导师讲啊，话喂，我讲国语啊，多过你讲白话啦。嗱，白话呢两个字一出咧，就扑街啦。最多人是什么人啊？看 view 的黄啦，人家最憎就是大陆人。你讲白话这两个字呢，踩中晒人家那些地雷线。唉，真是我都不知道。首先他那个态度很有问题啦，他把声底是好听的，但是正如评判所讲，他的咬字呢是有些问题的，但他又听不入耳。那都真的很难搞咯。那如果你有这个talent 的，咪好似呢一个 MC 咁咯，系咪？喂，几红啊！分分钟佢可以好似阿张敬轩咁红十零廿年都等闲事啦。有冇红十零廿年啊？近呢两年先开始。有机会红十零廿年啊！哦、你系冇精神啦、啊，定系唔识广东话啊？已经红咗添。嗱咁咧，咁啊，讲完 MC 啦，唔系讲完呢一个全民造星咧，咁啊讲下啦。喂，其实咧，即系。点解我唔中意阿黄蜂呢？因为其实嗱拍咧就已经拍完噶啦，但系黄君馨嗰个咩麦花臣演唱会又请阿黄蜂系嘛？咁你话喂好难，我真系唔信嗰个咁嘅内定嘅名单、哦。J C 冯允谦拍个 M V 又有嗰几条友嘅，咁根本上你哋玩晒啦，都唔公平啦，我觉得。你唔系讲彩虹嗰啲嗱，好啦，彩虹嗰啲咧，我就唔讲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哇，国企领导呢、這个咁嘅干瘦皮带四眼核突中老，国企领导系咩国企咧？中石油旗下，喂，石油啊，有几多油水位？大家唔系唔知啊。中石油旗下环球工程项目北京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总经理胡继勇，喂，讲佢嗰前面嗰啲 description title 都讲到我就嚟要唞气啊！咁啊，俾人哋咧影到同呢一个白滑小三，喂，呢条女咧白滑，我就真系认同，整完容个样咧都 OK， 但系真系冇波咯。我真唔明喎、啊，净系得个啰柚冇波咯。咁冇波唔整埋咧，佢仲要着呢啲咁凸显身材嘅一啲低胸嘅一啲连身裙啦、啊。但系真系哇，朱队友都望一望自己，我大过佢喎、啊，大佬。嗱、這個、呢个咁嘅白滑小衫咧，皮肤系嗰啲吹弹可破嘅。淫荡白滑底，喂，北方好多呢啲妹子嘅，大家有食过北姑嘅咧，就知道我讲乜嘢。嗰种酥咧，系哇，大佬，狗肉都嗱，唔系狗肉啊，羊肉酥酥的羊肉啊，大家明唔明啊？嗱，董焕三四十岁、四十岁以上嘅男人咧，一定对佢呢一啲咁嘅白滑北姑系好有呢、這、一个jabable。哇，你讲到真系好似你都食过咁啊！喂。同嗰啲港女靓啊、仙气啊、女神唔同噶，呢啲咁嘅酥酥北姑系要落场砌嘅，仲要佢嗰种白滑咧，哎，我唔识形容啊！唉，后生仔
未懂人，即系不经未经人事嘅时候，咁嘅中意啲啊靓女，系啊女神级啦，只可以远观，唔可以亵玩啊，甘心做兵。哇！呢个人都壮年啊，咁啊，即系见识多咗啊，一定系中意呢啲人民贱白白滑，有啲肉地。哇！直头咧块丝巾摆喺个大髀度都会扯一声跌落地下嘅。啊！喂，起码喺膊头摆条毛巾啊，跣落地下嘅时候都起码经过一至两个小山丘啊，唔会好似嗰啲啊女神级嗰啲直落。嗱，琴日定前日咧有一个新闻咧，人哋讲地产嘅，系讲前广播局广播处处长朱培庆啊，好似系系啊呢个人啦。咁我就即刻同阿朱导友讲，我话哇，我记得呢条茂利喎，我记得佢嗰单新闻咧，唔系话佢嗰层楼咧揸24年之后赚咗几千万，而系我记得佢嗰、那个，哎呀，耷低头唔好影到我，唔好影到我，香港嘅高官咪识路咯，有乜理由你我话知你中石油董事局总经理啦，你做呢啲咁嘅扑街嘢，违背人伦道德嘅，唔该你就攞个公民袋啊挡 Q 住个样。我专登咧上网 Google 咧，呢个世界上咧一 Google 就知道有没有啦。原来嗰单新闻咧系2007年，哇！我脑真系装屎，我一睇呢一条友个名，我就记得呢单新闻，我就即刻同阿朱队友系邀功。佢话：哇，你真系千银河系嘅点讲啊？花边新闻记录册啦。哇，系咯，佢仲好意气风范，嘴焦焦咁同我讲话，我记得佢啊。我揾下先，一定有啊！我唔会记错噶。哇，成个茂利咁，懦夫咧个女人后面。哇，咁转头阿朱师姐揾我张相俾我睇，哇，都真系几冇用嘅呢个男人，即系其实系你形容下龟缩咗喺一个。你讲正就讲正音啊，龟缩定龟公？你讲正确啲。咁啊，很像一个龟公地龟缩于一个中国城嘅 Coco 舞小姐，系啊，一个女仔嘅。背后，但系咧个屎忽啊突咗出嚟嘅，自己净系匿埋咗个头入边，仲唔系龟公？喂，佢仲要系咧谂住条女嗰个蹲位，喂人哋虽然系微伴啦，咁但系都唔会有呢一个咁好肉地遮得晒佢啦。反而俾人影嗰条女又好大方，就好似呢个小三咁好大方，俾任影咁样。喂，人哋中国城出嚟做咩达官贵人冇见过？你一个烂鬼广播处处长算得上系乜嘢咧？咁啊系，喂烂鬼广播处处长。都未必重手啦，系咪先？你唔好理人哋揸24年嗰层楼啊，升咗几千万、3000啊，好似。24年咧，咁啊咁啱有咁长命就望到咯。24年都真系一个唔短嘅日子嚟嘅。喂，几好嘢啊！嗱，佢咪识做咯，起码你要识得匿，你要知道系羞耻之事。但系呢条咁嘅吓石中石油，喂，其实唔好搞笑啦。我都同朱队友讲。中石油呢条咁嘅四眼嗰条咁嘅龟公眉嘅咸湿佬系咪啊？着条咁嘅嗰啲咩工人裤皮带啊？嗱，真系恕我口狗嘴长不出象牙，佢呢个碌咧就系典型中国内地高管嘅碌嚟嘅，嗰啲咁嘅立呢叫咩鳄鱼恤啊？然后系啦，加条皮带，加条咁嘅西裤，嗰、那个咁嘅皮鞋，加个龟公眼镜、龟公眉，同埋嗰个咁嘅淫贱挞，哇！嗰、那个咁嘅笑容，可能我自己先入为主啦。反正我觉得佢就系一个扑街。唔系，同埋国内咧都比较中意呢个呢种衣着，不过朱队友咧就发现魔鬼永远藏喺细节啦。通常呢个衣着嘅灵魂咧就一定系要顶住个肚腩仔。而呢條 bell 一定係有啲丞相 bell 微微向下垂，先可以突顯到你嗰種肺啊、容懶啊嘅感覺咯。嗱，我哋咧都用咗好多着墨咧講呢一單新聞啦、啊。呢條女又真係幾高調 high profile 啊！佢係將自己嗰啲咧性感內衣相係放上網嘅喎。喂，當然啦，我都有唔少呢啲相，但我唔會公諸於眾啦，係嘛？最多咪 send 俾啲嚇想摺或者摺緊嘅另一半睇咯。但係佢又可以嚇將呢啲咁嘅淫淫賤相，其實佢係咪賣緊自己定係招人投標？嗰啲咩上市啊？想自己我又唔准你咁讲啦。好明显，大家嗰个年代性唔同啦。咁啊，以前咧就真系净系会 send 俾一啲你有兴趣嘅对象啦。今时今日 ，IG 女神摆喺嗰啲咩 Telegram， 唔系 Telegram， 个 Tinder
IG 啊嗰啲咧，基本上係驚死你唔睇嘅，有乜抌乜啊，冇就算發嗰件衫翻到嚟啊，你覺得佢唔夠鹹濕啊，自己寧願剪多兩個窿先著俾人睇啦，蚊爛咁啊！所以咧，依家係要刷嗰、那個存在感嗰、那個熱度咧，係個個都哇叮噹碼頭，我都覺得好厲害嘅就係、是。依家咧係去到咧，你求其整件漁網絲露埋粒鏈都可以鋪上網嘅喎。依家啲社交媒體，喂，我唔嗱香港嗰啲咧，我覺得冇咁誇張。大家有冇睇咧？台灣嗰啲咧，我覺得真係嗱有一段新聞啦，就早前嘅啦，就我覺得我雖然年紀唔係話好老啦，但係都開始老啦。咁啊，琴日係。我唔想你咁講。昨天是我 N 年之後再踏足這個蘭桂坊，哇大佬竟然我看到有旅行團撲街啊，即謝冰謝冰過來過來拍照拍照，喂現在 Pedical Lane 那棟東西樓下真的有個神主牌啊、你可以舉個頭埋去那裡寫著蘭桂坊，真的被你的遊客拍照的陰功，全部都是阿叉啊那些啊 Bouncer 那些整到個鼻竅一竅的艳女郎，我想整个老懒应该我昨晚十点零啦，四五个啫，顶尽，真的好少人拍乌蝇咁。喂，咁人哋都系生存噶，经过疫情啊，走过疫情大地系咪先？咁依家其实蓝桂坊多唔多人咯？阿朱教授就唔知啦。但我就深信就系我僆仔年代咧，就算闲日嘅夜晚嘅蓝桂坊咧，都系唔系太多人嘅啫。咁如果佢唔搞下啲旅行團去叫做吸引啲人流去消費，哇！真係停執笠㗎啦。喂，嗱，講開鹹濕淫賤啦，咁我咧就有一個即係點講啊？呢、這個咁片段仔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就係呢一個 Blackpink 嘅 Jennie 啦，佢就喺呢一個美國劇集。The Idol 啊，嗰度咧就有一個辣身舞嘅片段流出啦。咁佢咧就同呢一個兩個男嘅 dancer 啦、鬼佬啦，就喺個身上邊咧各種糾纏啦、twist 啦、貼下體啦。咁嗱，有好多人咧就話：哇，不雅十九禁啊！哇，你咪做雞噶？平時係咪蝦嘢噶？又喺嗰啲 club 度咧，嗰啲 shot 咧係極盡淫賤之能事啊！咁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喎、啊，係嘛？阿 Jenny。佢话佢唔系 Jisoo 喎，系嘛？如果佢系 Jisoo， 佢系 Rosie 就话啫，佢系 Jenny 喎。佢以前喺纽西兰嗰几年，可能就系过紧呢啲生活啦。仲有一样嘢，大家咧，我觉得佢嗰啲舞咧，佢不嬲都系跳紧呢啲 step 噶啦。但系点解觉得佢咁夸张呢？唯一唔同嘅就系佢嘅面部表情，佢嗰种真系 fuck me 咁啊，唉，好 honey 啊！佢个面部表情咧系绝对令人哋有遐想，有呢一个淫邪之念嘅。大家咧如果有睇开呢一个韩国嗰啲综艺咧，一定知道边个叫李君。嗱，李君咧，如果大家冇睇开 K-pop 咧，就简单讲下啦。咁佢就系帮呢一个Twice 啦。Itzy 啦、Blackpink 啦，大家噏得出嘅，仲有嗰、那個有一個女仔叫 嘟嘟 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反正如果知道，一定係呢、這個李君係韓國幫人哋編排舞嘅，我覺得係第一咯。咁有好多人話佢係第二、第三，但係大家跳翻同一隻舞咧，仲有 G Idol 啦。如果大家睇翻同一隻舞，你就知道咩叫做實力跳，同埋咩叫做真係淨係跳嗰個 step。喂，人哋啊，李君跳舞都好叻噶，但系佢唔使整嗰个好 honey 啊，哇嚟砌我啦，屌我啦嗰、那个样，佢都系跳到嗰样嘢，同埋好有 power 咯，而唔系阿 Jenny 嗰啲嗱，袁雅你知啦啩，我介嗰、那个袁雅咧，之前咧喺 Four Mini 又好，自己单飞 Bubble Pop 嗰阵咧，都系好正啊，又或者系单飞完全冇问题嘅 sexy icon 啦、啊。袁雅喎，但系而家佢离开咗呢一个方块之后，同条仔散埋之后，点解啲人话佢喂你系咪吸毒啊？你系咪精神有问题？你系咪嗨嘢？其实佢跳嗰啲舞都系一模一样嘅舞嚟嘅，但系点解唔同呢？就系、是、第一发型唔同啦，第二嗰个妆唔同啦，第三喂以前就算佢条裙硬短，咪上身硬短都好啦。硬露波拿都好啦，长下边都系长裤啊、长裙啊，佢净系卖一个曲线，但系佢唔会露晒俾你睇。但系而家佢系将一条阿婆内衣底裤着上呢一个舞台，大家就会觉得
都是同一个舞蹈嗰啲 step， 但是两样嘢嚟噶咯。cheap 咗，可以咁讲 cheap 咗，但系有好多人就会觉得喂佢系咪吸毒啊性啊咁，但系唔系噶，只不过系喂可能话武功艺人公司包装过佢自己，可能有吓误信谗言啦、啊，同一样嘢换咗个汤底，唔同晒噶啦。哦，咁啊，但系我都睇阿朱先生啱啱睇嗰个咩 Jenny 啊 ，Jenny 啊，嗰张相咧，如果佢唔同我讲话系Blackpink 嘅其中一个咧，我都以为系嗰啲成人网站进行中嗰啲画面嗰啲 cat 图嚟嘅。咁啊，直头佢个表情都话俾大家听咧，佢都系大腿永远为你张开 inside me 嘅感觉咯。喂，仲有啊，呢条女咧传咗咁多条仔，喂，全部都系顶流男团啊！权志龙嘅咧又龙志权，靓嘅喎。嗱靓唔靓咧就见仁见智啦，但系我就觉得佢系 Blackpink 最红嗰个啦。但系佢咁多条仔，喂，你当佢流嘅咩？可爱 sexy 于一身，啲男人真系企唔稳噶。哇，唉，讲到咁样真系，猪队友都要啊，腰板唔好挺咁直啦，真系。喂，嗱，林作俾人炒之后咧，惊喎，走嚟咧，终于有样嘢系林作惊，我又估佢唔到喎。佢整个 post 话啊，我喊咗几日啊，我啊真系柒都唔信佢有喊啦。佢话咧，对所有嘅客户咧，我有以下衷心嘅祝福，系嘛？祝咩福啊？离开你永远就向好噶啦，要为自己利益着想，唔好为我。喂，傻嘅咩？买保险我系为自己买，唔系为你林作买噶。OK， 佢话我唔希望进一步咧对自己嘅旧东家咧有行动，好嚟好去咧相安无事，除非咧对方做咗啲乜嘢，再相言相，我唔同意，但系尊重。即系其实佢讲到尾就系、是。想大对方不炒他啫，讲咁多咪又系为钱？喂，佢阿妈唔系好有嘅咩？但系我相信宝城咁大间保险公司，如果真系要玩法律，要玩 policy， 人哋嗰条律师团队点都砌赢佢阿妈啦。如果佢呢个 moment 跪低做矮仔，哀下麦明斯啊，哀下十优呢一个 ex 曾经为佢喊嘅，为佢去买水嘅 ex。去帮下佢系嘛？喂，佢有冇青红啊？有冇大律师 friend 啊？咁都叫做可以，唔好俾人 terminate 得咁样衰嘅。林作呢条友啊，不嬲唔见棺材又唔流眼泪噶啦，成日输打赢要又真热度刷存在感，依家自己玩出祸又话话又话喊咗几日，喂搵鬼信你咩？你嗰副尊容啊！成日啊笑口吟吟咁样啊，净系识搵阿鱼尾出嚟啊，喺度喺度搞埋啲。低级淫贱嘢咁之前咁，喂嗱呢单新闻咧，我系要为大家中女抱不平啊！港人妻即系我哋呢啲啦，公众地方全裸露出照疯传，背住阿伯露下体，啲网友话拉佢，喂唔公平啊！咩意思啊？你哋班友系嘛？四十岁公众野外露出，你就话要拉要锁，咁之前咧嗰条靓妹咧喺呢一个CU 啊，定系 UST 啊？啊唔系 UST。城大啊，定系边个喺度啊？嗰个啊，喺呢一个图书馆全裸，你哋又唔话拉佢系咪？后生女就系有呢一个权力裸露，然后四廿岁就话要拉要锁，我觉得好唔公平咯。又话咩伤风化，世方日下好缺德。基本上咧，你哋就觉得我哋系过期腊肉，唔想睇系咪？污秽之物，呸！然后咧，大学生咧就哇正啊！哇！讲真啦，如果系呢、這个啊，野外露出嘅唔系一个人妻啦，系一个妙龄女神啦、少女啦，大家应该个风向都会转啦，即刻系咪先？喂，养眼啦、啊，定系点样讲？你中意睇即系养俾钱睇同埋洗完睇完要洗眼嘅区别？系冇错啦，养眼定洗眼呢？咁啊，但风向就会唔同。不过呢单嘢咧就会衍生咗另一个就系、是、一个小小嘅插曲个误会、就是，话一个新闻报章咧就话警方调查俾料嗰方面咧就误导咗佢，就令到佢咧以为系另一个咧咁喺 IG 上边亦都系香港本地女仔嘅一个 only fans 一个女仔咧，咁啊大家都误会咗系佢嘅，咁啊之后都有道歉。澄清翻啦。喂，嗱，最尾咧讲下呢单啦。迪士尼咧，我哋就成日去噶啦，但系咧又发生呢一啲疑似歧视内地人嘅片段啦。咁有一个内地客咧就闹香港迪士尼嘅职员啦，就话要同嗰、那个叫做角色啊。
佢影相啦，咁通常呢啲隊我就唔排噶啦，因為咧一個人係咪影30秒，咁排20個我都起碼要等好耐啦。咁佢哋咧就唔想排隊，呢一個內地女子咧就話。为什么要排队啊？好吗？啊，香港是中国的，我要收购你们迪士尼，我有200万。嗱，200万咧我就冇啦，200万 yen 咧我睇下个散纸包可能都有嘅。咁喂，好彩俾人拍到片啫，一阵间佢一 pot 嗰、那个工作人员，喂又食 warning letter 噶咯，一阵间又上小红书，有佢无的放肆，又话中国系嘛香港嘅一部分。唔系香啊，猜错啦，唔好揾我啊，警察。香港系警察嘅一部，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然后一阵间又话歧视内地人啦，唉。哦，咁呢啲啊，树大有枯枝咯。咁其实唔同地方都一定有呢啲野蛮友噶啦，即系你唔好话国内，香港都唔少啦，本地都。咁呢啲只不过系叫做沙漠入边嘅一点尘，咁啱咪吹到喺大家眼前俾人见到啫。喂，大家尊重对方咯，即系香港人翻大陆，我哋又要啊，即系遵守大陆嗰套咯。咁大陆人嚟香港，你都要知道我哋嘅呢一套就系、是、有好多嘅规则，你真系要守，要排队啦，唔好贴咁埋啦，同埋真系要系嘛人哋叫你做乜就做乜，而唔系话喂你走去一间茶餐厅，好似嗰个咩谷雅薇啊，喂我真系唔知呢个系歌手，我一首佢嘅歌我都真系冇听过，我好鬼老土啦，我仲系听紧嗰啲谭咏麟嗰个年代啦。哇，咁夸张啊，仲谭咏麟？喂，佢系深秋嘅咩？嗱，我知道佢有间边个红茶，嗱，我就真系举手啊，我唔知道大家点解咁中意食红茶，喂。下下中午食个 lunch， 十几人喺出面排队晒住，八几人啊！黐线嘅，顶住嗰个咁嘅烈日当空喺度吓，外面哇等入去排，我就真系戥佢哋辛苦啦。咁啊，谷雅薇咧，谷小姐咧就走入去拍嗰条咁嘅试食片，试下人哋啲奶油多啊、菠萝油啊、奶茶啊各样嘢啦。咁喂。嗱，你拍片已經阻住人哋做生意啦。第二，佢打燈。嗱，我明白點解佢要打燈，因為咧佢一開頭打燈咧，佢係好似人哋落咗 filter 咁靚啦。但係人哋叫佢熄燈之後咧，喂，最慘係咩？大家係嘛做個演員嘅都知啦，嗰啲叫做頂燈咧，係哇一定死人嘅。你嗰啲咩？眼紋啊、三白線啊、木偶紋啊、下垂啊、法令紋啊，係現曬嘅。所以咧，咁但係我覺得你去人哋嘅茶餐廳，唔係你自己嘅私人地方，仲要佢嗰啲咁嘅一拍嗰條片咧，隔離一個咁嘅大 wide shot， 前後左右五張台俾佢影曬啦。咁我唔想出鏡嘅，我可唔可以問你攞翻呢一啲版權費咧？然後又話人哋啲嚇冇礼貌，喂！我觉得人哋讲一句话，诶，唔该你熄咗盏灯去啦，咁人哋唔系叫你唔好拍片，系叫你熄灯啫。我觉得冇问题，系佢自己玻璃心啫。咁有多时候有啲人真系半句都听唔到嘅，咁啊好似啲反应就会好大。咁其实有阵时就真系好无谓咯，但系冇计噶。因为边个又边个人中意俾人哋指指点点啊？又即系嗌你画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啊？系咪先？喂，如果我咁样，我会首先咧，佢冇攞个 permit 话俾唔俾影啦。咁即系当然啦，大陆而家都好兴嘅，有好多咧 KOL 百万嗰啲啦，话去探店嗱。但系如果我事先知会你咧？咁嗰啲呢就有機會俾人哋會覺得喂你係咪夾埋㗎，係咪宣傳啊，咁佢呢啲係冇事先知會嘅呢，咁你都要即係人哋會 agree 話哇你喺呢度拍嘢啊，或者下打燈啊各樣啊，前後左右介唔介意啊，你要同人打聲招呼囉，而唔係話喂你叫我熄燈啊，我覺得你好 hea 喎，然後講啲咁嘅嘢去下、叫做話人哋歧視你囉。咁就好啦，今集講到呢度啦，拜拜。